如果你喺一度嘅，唔該加足100%企翻直，所有人都一樣，一視同仁。做 selection 嘅就有目標。係我嘅準備唔夠咯。如果可以從頭嚟過嘅話，我會再準備得再好啲。八位挑戰者，你哋完成咗基本熱身，即將迎接另一個考核，一對一拳擊對決。在我哋輪選裏面是其中一個焦點。透過兩個人的對戰，我哋看到那個人有幾大決心。究竟他是 fight 定係 fright？ 在過程裏面，其實我哋不是要看考生 boxing 技巧有幾強，出拳有幾快，閃避得有幾好。反而我哋要看的咧，就有幾想贏。因為在我哋嘅實戰裏面，我哋不知道對手有幾強，我哋可以做的就是越強越強。必然要噶啦，想消耗一啲體力，咁如果用盡全力打嘅話，有機會令佢受傷，咁完成唔到我哋嘅 selection。咁但係咧，我哋更加想睇到嘢咧，就係當佢攰嘅情況之下咧，可唔可以發揮得更加好？啱啱喺出邊已經係咁喺度跳個小腿，已經濕身啦，個小腿都震震地噶啦，一路都。佢嗰個拳上壓其實我覺得好好，因為佢令到你冇咁有力啊，咁所以大家打嘅時候都攰咗。兩分鐘，打低你對手。佢嗰下 push 佢哋對手嚟㗎，打低佢啊！打低佢啊 ！KO 咪唔使打咯。即係嗰啲説話對我嚟講係 motivation 嚟嘅。好嘢，繼續啊，未完㗎，多。你見我哋死頂住，但又要面喎，因為我哋第一個啊嘛，唔得，點都要頂住，點都要頂住。跟住喺邊度啊？擺翻啲 ，OK。多。嚟啊！開始啦！戰鬥啊！戰鬥啊！好嘢啊！好嘢，繼續。我係有盡力㗎，係啊，因為我哋都有食到對方嘅連環拳咯。側邊咧嘅阿 Sir 咧就話：你打佢啦，你打佢啊！係咁潑火，即係咁潑火，你有一下你會突然之間我要打佢。係啊，乜都係，仲要多拳啦！還手，俾啲火。都係跟翻阿 Sean 教嗰個左右，然後勾拳咁。好正啊，打拳套。還手。咁繼續呢邊。點樣嚟？我哋就要做一個拳上壓 hold， 跟住所以出嚟其實我用曬力噶啦，但係都散曬嘅。出拳啦！一三二。係，繼續一手手。啱啦，啱啦，君，一手手好啊！我諗最主要係因為隔離啲阿 Sir 喺隔離，係咁鞭策，係咁，係咁，做乜嘢啊？勉勵我哋，繼續啊，繼續啊！佢冇氣㗎啦，好收，好 ，OK， 過嚟，即係所有嘢都係第一次，即係非常之榮幸啦，我哋都覺得。嗰時阿 Sir 問我：你問第二次，我諗住佢會唔會叫我唔好 hold 咧？因為我想 hold 就我想陪你一齊 hold。我知佢已經打咗第二場啦，但係成場咧，差唔多有四分三時間可以俾佢撳住嚟打嘅。反擊咧就因為我話我 feel 到你俾幾多我，我就俾幾多你。
咁大家都好 enjoy 嗰個 game。所以我有一下係我喺同佢打咧，我一閃啦，哇哇喂，繼續嘅。都 OK 喎，安全喎。可以之後再試下嘛？係。Attention。八位挑战者，你们要处理一单巡逻任务，即刻去领取装备和留意考官指示。Incident handling， 最主要我们是模仿实际的情况底下，希望队员可以正确判断和作出调兵遣将，从而我们希望他可以处理到一个紧急的情况。跟住落嚟咧，大家會處理一個 incident handling 嘅測試。假設你哋係 PTU 嘅當間嘅成員，咁我會將你哋咧分為兩隊嘅。咁首先咧，第一隊叫一 column， 一 column 帶隊嘅係 X， 跟住落嚟嘅係一三五、一三四同埋一三八。分咗呢一隊咧，我已經勁有安全感啦，因為個個都勁高大啦。跟住二 column 嘅係一三六，係負責帶隊嘅。你嘅隊員有一三二、一三三同埋一三七。好大壓力啊，同平時唔同咯。每人有一支紅槍，咁呢支係膠槍嚟嘅。你係需要即係開槍嘅話咧，你口噏一聲 bang 得噶啦。好啦，其次咧，每人咧都有一支膠嘅警棍，台面亦都有急救包。咁各自一隊嘅 IC， 你都有一部機。我呢間嘅身份咧就係一個警察嘅電台，即係話如果你需要揾支援，我係可以幫到你嘅。成個演習完嘅話咧，你會聽到我嗌 Andex。Yes sir。Yes sir。Yes sir。你一 call 啦。四個四個行，四個四個，咁就你幫手去吸波啦。因為我本身係識 first aid 嘅，咁所以我就係處理傷者啦。前邊人打交，加快腳步，加快腳步。一三四追，啊你哋去追，咁我哋去睇住嗰個傷者。我哋反而有殺人，有邊個暈咗？你去追佢跑啦，你追佢跑。先嚟 call 先，因為我追上去係話要去捉個匪嘅，我係最緊要係 support 翻我哋自己嘅隊員。好痛！場發生咩事啊？放鬆，我哋嚟咧，見到有個我哋覺得係賊嘅，咁就傷咗一個市民，亦都係有四名嘅警員咧去追緊個賊。一發生事情嘅時候，大家都好清晰，大家嘅崗位喺邊。睇住傷者，我哋三個去追個賊。有人啊！轉翻翻嚟嗰陣時候，我就發覺 Anthony 就抽筋啦。其實我看到他連行都不係好行到嘅，但係佢仲堅持要去做完佢。好，留低。其實係因為我隔離隻電套跑得太快。都係黐線嘅咩？我手受傷，我同佢做咩手傷？暫時。Column call 台。記得呢邊。要求 medical support。一三二一三四，跟我嚟。Column two， 你留喺度，你留喺度等 call。一三五。跟得咗，冇嚟跑得咁快噶，完全冇咗人嘅，我见唔到佢身影。OK， 收到。Column two， 我哋而家翻嚟。Column two， 头先一三五喺嗰度见唔到 suspect 嘅身影，你帮我问，你帮我问呢边嘅伤者会唔会见到个反转又去咗边度？好似走咗上去啊。Sir， 我想问下你哋会唔会搵人上去怀疑嗰个方向睇一睇啊？会 ，Yes sir。咁我哋会有一个四人嘅小组上去做一个 search。你見面到傷者，用最低嘅武力，希望可以制服到佢。如果佢有更加多嘅同黨嘅話，我哋再考慮用進一步嘅 force。OK。Yes sir。阿馬啦 ，clear 咗左右先。唔該你哋。Yes sir。走。OK。放低你武器，放低武器，行開啊！放低你武器。當有兩個市民行出嚟嗰陣時候，我係希望先將佢哋控制咗喺地下度。我能夠判斷究竟佢係真係市民啊，定係攞住刀嘅人嘅共匪？我哋艾蘭君。如果佢哋係同黨嘅話，你唔喺我哋背脊度攻擊我哋，又會點樣咧？呢次第一次警告，放開，放低你武器啊！雙手。我點解要真係攞把刀劈我支棍喎？哇！咁我覺得有危險啦，跟住即刻就真係去到要攞槍出嚟啦。舉高雙手。死嘅咋？
嗱，呢個係我哋對你嘅第二次警告，擺低你嘅武器，否則我哋會開槍。Andex， 好啦，演習完畢。見到啲傷者之後咧，其實阿 Sean 都特登話：你 O 唔 OK？ 不如我哋換咗佢啦。咁因為本身 Anthony 係去追賊嗰個，但係佢就變咗係去睇住啲傷者嘅。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 leader 要做嘅嘢嚟嘅。呢個測試係測試考生嘅記憶力，我哋希望佢可以喺進行體能嘅期間，同埋受住時間壓迫底下，佢哋可以記低我哋俾佢嘅 task。希望各考生喺極度疲倦嘅情況底下，仲記得我哋俾佢嘅題目同埋 task。呢個就係我哋想測試佢嘅目的。呢個項目係考你哋嘅記憶力同埋考你嘅體能。我覺得同會帶你頭先個路線認真落去，你唔可以快過我嘅三。當我三上到嚟，我會計第一個，我就開始 mark 一分鐘嘅時間。跟住然後我會揭開呢塊木板，呢塊木板裏面會有啲曲，你哋必須用個腦去記。一分鐘時間完咗，我就會刪咗呢塊板，跟住會做第二段。完咗四段之後，會派啲答案紙俾你。Stand by, go。好了啊，闹钟 point ready。我記得就要跑，我要記個口訣咯。好，中，上班 ，go。一三二，一分鐘開始。一三二第一啊！係因為我平時練山練得多，所以上落樓梯係自己嘅優勢。有個著數。行家，快啲啊！開始咗啦，越嚟越深噶，快啲啊！跑嘅呢個，行都快過你啊！國忠，跟住林小姐有間全部攞支花，寫花曬，個腦搶走曬。搞掂之後，跑完第二個，我睇，我以為第一個記住咗啦。跑到嚟睇第二個嘅時候，第一個係咩啊？因為我一路喺個腦入邊，係啊，我都係咁。我記到最尾嗰個咧。就記唔到第二個，即係平時唔使跑住練。係啊，講笑講一句啦，以後邊個記得叻嘅飛子嗰個就冇事啦。冇錯。IQ test， 我哋最主要俾一啲推理嘅問卷同埋一啲數學嘅問卷去進行測試，希望佢哋喺身體疲倦嘅情況底下，仲可以集中佢哋嘅思維。一條問題就五分。咁你答曬十條有五十分就係滿分，咁啊你哋可以開始作答。好，夠鐘。下一個咁樣啦，咁再下一個鐘。頭先嗰啲 IQ 題咧，其實最主要係考 logic 嘅。咁同埋，其實如果有啲人對數字唔敏感嘅咧，就弊啦。即係 which 係我啦 ，which 係我啦嚇。我寫到成個字都係啦，究竟係邊個 A 打 B、B 打 C 定點樣咧？咁但係呢啲亦都係會嘥好多時間。係啊。喺上述嘅三項測試，我哋嘅考生係經過咗
好疲倦，同埋經過咗一連串嘅體能測試，我哋希望睇到佢哋仲可以保持清晰嘅思路。呢個就係我哋三個測試嘅目標。起身，起身！有冇人講過完啊？我哋仲有 event 嘅，繼續。X-ray 起身，點安齊你人出去科研，收唔收到？Lock Weight 抬撐項目好考考生的拼搏心和合作性，因為除了條撐之外，每一隊還有其他額外的寵物，包括啞鈴和水樽，所以成隊人一定要互相配合，而負責指揮的考生要懂得分配人手，因為跑一段這麼長的距離，如果每一個都用力去抬嘢而沒有人休息，這樣成隊人都不會堅持得耐。所以過程裡面怎樣抬，用多少人抬，用什麼方法交接，中間有多少人休息，全部都是致勝的關鍵。不過當然還有一點是非常重要，就是他們多有決心想贏其他組別，亦都為了令他們有更大的推動力，我們設有獎罰制度，就是輸了的隊伍需要接受額外的體能懲罰，令他們更加知道自己每一次都要盡全力。好，稍下來我們就會做一個運送裝備的訓練，亦都是一個體能的測試。咁路線就是由我們這裡 D 座地下開始，就沿著直路走下去環形路，去到分叉路口左轉上斜上回來這裡，經過黃線就是為之終點了。不如咁，我試咗兩個人觀察先，望你兩個高度啱嘅。我哋點樣示意我哋要換人啊？我會睇到曬全部參與，我拎緊住我哋。我哋三個啞鈴換嚟換去咯，兩個啞鈴，我哋三個。咁我哋三個水桶咯。我同你遊走喺水樽同埋插水中間。冇問題。我同你頂頂唔順。我就淨係水樽。加油！加油！一個 go！快点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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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身是落後緊嘅，去到中段我哋開始發力，開始衝啦。阿 Sean 又一路發號施令啊，啊邊個要幫手，邊個要幫手，得唔得？繼續，前面得唔得？繼續 ，keep 個 pace，keep 個 pace，jogging，jogging，no running，jogging，go。呼吸，呼吸。Take your breath。學仔爆胎啦！Take your breath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咁自從嗰一個 game 完咗之後咧，大家嗰個氣氛濃郁咗好多。咁樣都話唔知咩表現，不咁預期。咁而家我罰你哋二十下 score 分。Yes sir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。咁喺 boxing 嘅過程嚟講咧，藝員嘅考生咧，可能基於種種理由咧，唔想打傷對方咧。咁其實都表現唔到一個真正的決心俾我哋睇。當佢哋做到 incident handling 呢個 event 嘅時候咧，咁唯一做得唔好嘅咧，我覺得係當佢哋去到轉咗彎之後，亦都見到兩個傷者嘅時候咧，第一佢哋唔清楚個刀手去邊個方向咧，就冒冒然轉彎去追。另外一隊咧，亦都係冇喺現場咧做一個戒備。
咁如果真係有刀手嘅話咧，好可能咧喺佢哋嘅背後咧，亦都可以向我哋襲擊嘅。之後做過一啲嘅 IQ test 啊，同埋啲 memory 啦，最好嘅成績咧，大部分都係發生喺女仔身上嘅。咁至於啲男仔咧，其實個評分咧都比較低嘅。咁最後亦都做過一個嘅 lock waist 個台撐。咁反而喺台撐嘅過程裏邊咧，我覺得佢係 so far 到而家咧做得最好嘅一個 event 嚟嘅。咁當中有阿 Son 嘅領導啦，咁喺個過程裏邊咧，亦都不斷去衝刺嘅。最後嘅成績係要輸俾啲其他啲考生嘅，咁但係佢呢個拼搏精神咧，我覺得係值得讚。托完撐之後咧，我覺得喺我哋嘅人生裏邊，永遠都一件事將我哋呢咁多個人牽埋一齊咯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我哋今晚瞓覺嘅地方啦。你呢個泰式酸辣好合噶，我哋 share 啊。佢哋好忙啊，按摩嘅按摩，食杯麵嘅食杯麵。就咁黐落去嗰個位置。你諗下邊嚿肌肉你覺得最需要貼啊？我可唔可以全身啊？我只覺得呢度要嚟嗰個心靈層面。除了頭部位置之外，我成身都好痛。嗱，去先。大家都係發出唔同嘅聲線啦。其他人瞓著咗之後咧，嗰個交響樂咧好勁啊！咁佢哋話我係吹木同頂咯。好，你真。